晚安大家，晚安，耶。等我一下，我想吃饼干。那个哪一种？那个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。红曲饼。不是红曲饼干，是红色包装的黄色小圆饼干，它叫什么来着？晚安大家，我现在来播音乐了，但是等一下，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我今天在练习，然后思考我的未来。我今天不是，我是说我要那个，好，算我吃这个。好，等一下。对，我在思考，我在填志愿，然后我填完了，然后明天要交出去。Yes， 我在填志愿，我填完了，然后我想很久哎，就是思考的东西很多，就是有很多要想的，但我现在想完了。有一种舒爽的感觉，因为我们是校内先那个，我们是校内先。我觉得我今天声音有点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有点烧香，也不是烧香，就是的感觉，就是不知道，就是很多哎，就是我想想哦，就是首先看有没有兴趣嘛。然后看一下他的要求有什么，就是审查资料的要做什么准备之类的，看一下这个科系在干嘛，有什么必修课程。然后真的假的？哪有？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上次穿这个吗？这个外套很可爱，我很喜欢这件外套，我今天穿出去，大家还说这个外套很可爱，我也觉得很可爱。我上次穿粉红套装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只穿外套而已啦。对，我是不是上次穿粉红套装？我今天是穿那个，我今天是穿他的外套。噔噔噔噔噔，我今天是穿外套而已。对啊，就是，而且有些就是会要求。就像我今天看到有些人会叫你写些什么小论文，或者是你对这个系的了解，你对这个系的兴趣2000字。哎，我今天看到那个2000字，我就2000字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 ，Hello， 今天是礼拜天，礼拜天呢就是要好好在家放松。等一下，拿我的小书书。我觉得我今天看起来呆呆的。对啊，如果你就是因为总共可以填六个系，所以哦，谢谢谁？谢谢思源的口罩，谢谢奇月的口罩。500字写的，哇，那真的是听起来很轻松呢，随便写就500字了。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呆萌的感觉，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呆萌的感觉，还是我镜头的角度。今天不是呆，我今天是呆萌。可是不知道，感觉他就要就是。叫你要写，就是你要进这个科，就是你要进这个科系，你为什么想进来？这种就是这种感觉，就要写很有深度哎，不然感觉连一大堆废话，感觉他也就不会想看。嘿嘿，
好吗？我是蛮呆的，但其实是呆萌啊。哦，有人觉得我又有萌，一直都很萌；有人觉得我一直都很呆，但我今天是呆萌。可是两千字好多，两千字就是，怎样是两千字？突然对两千字很没有概念。反正我对数字超级没有概念，大家知道吗？我是一个对数字超级没有感觉的人，就是我很不会估算东西。就假如说今天我写了一段话，然后我可能要写一百字好了，我可能写了我看那个一百字，我觉得我只写50个字，然后我就拿到那个字数计算器去放上去，然后就发现，我居然写了100字。我觉得我只写50个字。我了解的就是哦，但是我说2000字的那个科系，其实它不是我它不是我的第一志愿，这样它不是我最想去的。幸好我就是最有兴趣的那些没有要我写2000字的，哈哈。但我填了有一个系是要写2000字。这样是不是大家就会知道我填什么？应该很多都有2000字吧？应该很多都有2000字吧？不会啦，我相信很多都有2000字。谢谢 L 的浪漫玫瑰。干嘛？很好看，有啊，我还是会有一点。我还是会有一点，我就直接淘汰。我还是会有一点心得的，我还是对啊，反正就先写一写，然后再删，把精华弄出来，就是一个哦，我踢到了，不是我踢到，我拿平板撞到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我摔到我的手机。虽然我很常摔手机，大家平常都没事，但我今天是我的膜的边边有点碎掉。我第一次摔到膜碎掉，因为它就是从一个地方滚到一个奇怪的角落。他今天重摔，但手机本体没事。是膜有事，我超常摔手机。有啊，现在有国血啊，他们可能就大概看一下，大概就是稍微的翻一翻。我现在就是 iPhone 啊。哦，我是说我今天早上摔到我的手机。有啊，我对于我目前填的科系的大概有分析了一下。就是其实还蛮多网站可以去探索的，就是资源其实还算足够。对，就是虽然就是真的很多学生，他们感觉教授也不会看得很仔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找出自己的亮点，让教授一眼就看见你的独特之处，就会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最近一直在听这些，关于。备审资料的准备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摔很严重哎！我今天应该只是微微摔而已。对，一开始就要抓住教授的眼睛。对，我今天穿的是外套，但我里面穿的跟上次不一样，可以附照片吗？对啊，可是说不定助教也不会很想看。对，就是前面你一开始就要引人入胜。我现在是那个备审资料准备学术研讨会，我的独特哦，就是我是 AKB48 TP 的成员。反正我今天填了志愿，对，然后但是一阶通过的那个什么时间公布是3月31，今天几号来着？今天是3月13，还有几周啦？
反正每月加100元。可是现在好像不会是纸本吗？因为就是现在不是有学习历程档案库，所以就可能直接上传到线上。我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以前的大家是如何申请的，是不是要印出来还是什么？对，但现在好像比较电子化一点。谢谢空白的小代笔带你入心。什么的截止日？3月31是什么？对，以前我知道以前是要印出来，是不是？现在就是电子化了，就像学习历程，就是用电子档案 PDF 上传。说不定他不喜欢。我考一次哦。哦，对，以前好像先印出来装订一下。是没有差很多哎，是不会差太多。我的兴趣没有这么广泛，这样也算是一个优点。你各有优缺。如果你的兴趣很广泛，跟你的兴趣就是差不多同一个附近的领域的话，各有好坏。因为如果你兴趣很广泛，就会像刚刚卡丘讲的，就是呢，你要做非常非常多份不一样的东西，因为就是科系相差太多。但如果可是，这就代表你我不会讲，你涉猎的范围很广，你是个梯形人才。但如果比较集中的话，就比较可以聚焦，好吗？聚焦。反正就是离我真的有大学呢，还有一段时间吧。毕竟我没有繁星，也没有特殊选材之类的，我就是申请入学。真的假的？但你有进你想要的就好啦。对，现在需要，如果不知道梯形人才，就是那个 TP 的 T，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，可以上网查一下。反正意思就是你的那个，好，你们自己查一下，因为我现在中文能力不太好，我觉得大家如果去找定义的话，可能会更快理解。不是 P 型人才，没有啊，就到今年九月，就到今年九月啊，最后截止日期。好的，谢谢卡修的那个，对对对，你要有深，要兼具深度跟广度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兼具深度跟广度，就是 T 型人才。你要跨领域学习，刚好只上一间，所以你就去了那一间了吗？谢谢柠檬的浪漫玫瑰，谢谢修泽的梦幻泡泡，是豆豆，看见吗？现在又不见了，额头很容易长痘痘。我以为刘海可以完美的掩饰它，但是被发现了，讨厌啦。对啊，我最近不知道怎样，我的声音老了吗？没上就重考，所以你最后上了，那就好啊。那你分数有到也不错啊。哦，他现在调回来的吧？这个刘海现在有比较完美的遮住了痘痘。没有，可能我今天比较疲惫吗？对啊，很快欸，我就是突然就变大学生，突然就成年了。好，我的声音，现在好，今天很冷吗？好像有一点，因为我昨天好像没有睡得很多。然后练习比较辛苦，然后又在思考未来，
动了一点脑，但还好，我现在很好，大家。对，我今天早上培训，培训了一个早上。什么？现在要开花花吗？大家都有买到 reset 的票吗？布丁回归后的第一场公演呢、欸？就是请大家要来看我们 UNI 沙库啦。没有没有，我昨天没有，反而睡不好。请各位务必来看 UNI 沙库啦。还好还好，开心练舞开心，拜拜空白。大家已经忘记我的站位了对吧？没关系，你们就是可以复习一下，你们就会想起来了。买到退场席，他帮你买的、哦、大家都有买到票吗？赞赞。对啊，难得，因为这次祖祖也会来，所以我们英祖团聚。会变成海星？为什么会变成海星？派大星。回归后的第一场公演，虽然有一阵子最后一次跳公演是十月，虽然呢有一阵子没有跳 reset 公演，但是我没有忘记哦，我已经复习完成，我已经抓回了我跳 reset 的感觉，他已经回来了，我的能力，我的 reset 公演能力，他已经顺利的回归。虽然只要举比较多把的，对耶，是不是挺不方便的？喝一个水。对，所以呢，这次的 reset 公演呢，布丁也会呈现跟以往一样的水准的演出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英祖，英祖直推布丁。谢谢朱莉安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准准的掌声鼓励，赞赞赞赞赞赞！我觉得我最近发现你脸好像有点捏不到肉，但明明就还有，但是。昨天前天三号捏我，就发现有点捏不到，可是现在还捏得到啊，就是很奇怪。你昨天的OK 没关系。谢谢水锤的麦克风 ，Hello 水锤。可是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啊完蛋了，老了，胶原蛋白流失中。情人节快乐哦！对，情人节快到，明天让梦成真，布丁会参加哦。大家明天要准时收看《让梦成真》，我们在明天是情人节，我们在情人节当天，白色情人节，在白色情人节才，在白色情人节会跟大家直播见面。大家连续两天看到我。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腻。谢谢阿 Kia 的梦幻泡泡，祝福大家都可以抽到礼物。哦，有谁会来吗？可可，这次有抽现场的来宾。九蛋会来，我现在有烧香吗？就是不知道哎、欸。还行吧，至少不是难听，还是你们觉得现在有点难听？对，把之前没看到的补回来。艾拉不是也会来吗？甜到蛀牙，甜甜的布丁，甜甜的。唱歌时，哦，你说我刚唱歌的时候。我没事。哦哦，
欢迎欢迎艾拉，好久不见。期待明天见咯。明天几点？几点啊？七点，七点吗？七点半。有没有提醒我啊？有没有提示我？好，这是恭喜你，九蛋，恭喜恭喜！七点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提醒，谢谢。什么意思？他原本觉得你要去约会是吗？谢谢大家，七点，明天晚上七点哦，明天晚上七点，浪梦纯真，见。大家可以连续两天看到我在这儿，我在直播前，嘿嘿。很久没有去浪梦纯真了，大家记得我上一次去浪梦纯真的去哪吗？我是不是上次就有讲过，有吗？还是我没有讲？上次就知道了吗？上次去煮螃蟹，哦对，我上次有讲啊。我现在连线不稳是不是？我现在连线不稳哦，我现在他系统通知我说我直播卡顿，我上次去煮螃蟹啊。我上次去煮螃蟹，对，我上次有讲，我上次去煮螃蟹，我这次，哎，我的网络是真的不太稳定，是不是？对，煮螃蟹，谢谢君燕提醒我。哎，有当街，但我当的蛮可爱的。我今天可能是太烫吧，我要把那个拆掉。大家，我们现在进行拆壳。哦，真的很烫哎，呵呵，好烫，小烫烫哎，烧哦，这里哦，立马就烧了哦。好的，我是不那个的，不专业布丁粉，我是不。我是不，我要讲什么词汇？我们要说荡的蛮可爱。我说就是我荡的那个画面停的时候，至少不是崩图这样。真的吗？我现在让它冰镇一下。对，最近开始变热，请大家不要中暑。好像也没那么夸张，但就是。有吗？现在好一点吗？好像它还是显示不稳。这样这样，好，这样放着吧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艾拉提醒，失格失格。我没有用新手机啊，我没有换手机啊。现在哦，也油了，我现在 OK OK OK， 好，打到脚了，好痛。现在在让它散热中。因为充电的话，它就会这样。我觉得我的手机已经有一种，我觉得我的手机已经有一种渐渐的衰老的感觉。我用了，我上次好像有讲过，我用了，我是前年底的样子换的。不知道11月还是12月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就前年底的时候换，然后到现在，我觉得他之前会一直闪退，是因为我的空间不够。后来我就努力的删了一堆东西，然后他就好了，他就不会闪退。但是呢，他最近的电池就是很容易没电，他最近超容易没电，就耗电很快。电池健康度大概是80几%，但80几%就这么耗电吗？我最近就是差不多放学回家它就快没电了。对啊，它就是要你赶快换一只。秋季 iPhone 14啊，我还没有打算想要抛弃我的12宝宝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
我跟他还很好，我们不想离开，我不想离开他。我觉得我跟他还很好，我觉得就是我没有想要换他，我没有想要换掉他，但是他自己就是坚持不住的话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我荷包会坚持不住。哎、欸，其实也蛮久，但我其实也没有想，我其实也没有发现我用蛮久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他，我一直都觉得他还他，我一直觉得我没有用很久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用很久，但是他就是这样。等一下哦，我调亮一点。好，他现在比较不热了。两代就换，所以应该要等三代再换吗？我没有想要换掉它，真的，只是它最近耗电太快，让我有点困扰。要换一下电池吗？十二宝宝，我应该换个电池吗？可是换个电池，真的吗？可是换电池不要几千块吗？1000块左右。三号帮我换了歌，三个、哦，我也觉得差不多啊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，好，先换电池。OK， 我接收到了。我前几天有看，大概是好像是80几吧，1000多块。OK， 还可以啦。如果可以让他再撑一下的话，你今天 IC 换1000哦。我没有换过电池、欸，我就是买手机都没有换过电池。我想吃红曲饼干，我想吃红曲饼干，大家，我肚子有点饿，垫垫肚子。我还没有吃完，因为我没有特别打不开。好，鲜贝粉，对，还会贵一点吼。我超爱吃红曲饼干，各位，小时候就很喜欢。还有它有另外一个牛奶饼干也不错吃，我喜欢红曲饼干。红曲饼干很赞呢，就很好吃。大家喜欢红曲饼干吗？嗯，真的假的？好有默契哦！我也觉得现在换 iPhone 超方便，就完全不用干嘛，而且它那个移过来之后完全长一模一样，哎，超强！他这样做真的会很有人，我在讲什么？很有让人很有意愿继续用 iPhone， 因为换很方便。对，就叠在一起，超神奇，真的非常的有趣。他很厉害哦，等我一下。哎。我回来了。哦，真的哦，我没有用什么银行 APP， 所以我不知道。请大家收看布丁吃红曲饼干。我等下再来回复大家。
好好吃哦。我只有邮局的账户，我没有银行账户。嗯，那密码还好啊，密码就设定一下吧。看到失去意识是什么意思？布丁吃饼秀？没有，他只是用那个什么，弄了一个治愈的歌单。那你怎么醒来的？很好吃。好笑哎、欸！你吃饼干很吵吗？我的饿就是很突然的饿，那我可能刚刚直播前我还没有觉得饿，就觉得没什么胃口，但是呢，我的那个饿的感觉，就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哎，没有，去得很慢，来得快，说来就来，然后就会饿了。嗯，今天没有喝，你好厉害哦！我怎么厉害？我那么棒啊！这是正常的，这是应该的，好吗？但毕竟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手摇成瘾患者，但我很棒。没有，昨天也没喝。他只去买你没的，他还买什么的？买茶，不会啊，没那么好。可是我放假日没喝，那我平日我平日喝了，主要是那些呢，就是需要一点，你知道吗？需要一点。甜甜的东西，公园会很需要喝、欸。公园是觉得自己运动量够了，对，我那天跟廖玉明一起订。谢谢西恩的告白气球。哎，果是吃这个饼干，那个缺点就是它有点。粘牙，要喝点水水。没有，我这礼拜只喝一杯。没有啦，去练习不会定，就是可能是练习完会去买，就是但不会定，会买。喝个水。不行，我自己不够甜。对啊，我自己每次都在看他发蛋糕嘞，
甜点，我一直看到他发甜点，我就是应该要晋升他，因为我也想吃甜点，我也很爱吃甜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有时候就是会只想吃甜的，就不想吃咸的。跟咸的比的话，我比较想要吃甜的。你是个甜食爱好者，对，他最近每天都，他最近每天都基本上一天一则，哎，我就看到限动林忆云怎么又去吃甜点，很好笑。没关系，因为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，因为我也会想吃，我也想每天都吃甜点。我之前有看过那个什么甜点吃到饱，但我觉得我完全不行，因为我肯定吃不完，如果吃一两个我就不行了。但可以吃很多不同种的，还是我必须要找一个大胃王陪我去，然后我就是，可是这样就很不划算，你知道吗？就超不划算，我真的超级不适合去吃到饱，我是吃到饱就是浪费钱，就是我。对啊，其实他吃东西不会吃很多。可是有各种不同，对对对，我只是每一个都只想吃一点点，就跟我喝饮料一样，我就只想喝一点点，就是大概两三口或者六口吧，就是差不多六口是最棒的。可是这样就是去吃甜点吃到饱，就感觉很不划算，我超不划算。对啊，这样子如果我就算我找一个大胃王去。哦，如果他真的吃很多很多的话，然后已经把我的份也一起回本的话，那就比较好。对，我就是每一种都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吃一点，然后剩下给大胃王吃。那还有他如果自己再吃很多的话，就把我连我的那连同我的那一份都一起吃回本的话，那就是一个还不错哦。可是那个就是很多甜点，你就可以吃很多甜点，你知道吗？甜点有些就是你只能选一种吃，是说的也是啦。大家知道我讲那个吗？还是其实有很多间甜点吃的吧？但我就是看有一个那什么名字来着，真的吃不回本，我只就是不行，但还是喜欢吃。前阵子去吃到饱。我去吃到饱一定会吃很多的东西，有两个，不一定啊。首先我就吃很多很多的鲑鱼，虽然你知道最近鲑鱼好像是有点沉，有点没有鲑鱼可以吃了。对啊，他不是很喜欢吃饭，你知道、哦？那我就是很喜欢吃鲑鱼。我超喜欢吃鲑鱼欸，我们上次去吃到饱的时候，我就吃一大堆鲑鱼。我很喜欢吃鲑鱼，而且我跟大家讲，我上礼拜吃那个什么，我上礼拜吃寿司，就蒸圈，现在没有得吃了吧？哦，对，蒸圈，你知道我吃蒸圈那一天。好像是那天隔天他就说他鲑鱼没了，我刚好在前一天吃到，真是非常开心哦。好 OK， 可我很喜欢吃蒸圈，不知道从小就吃习惯了，但是我通常就是跟一不小心都会去吃另外别两家，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些，反正就是我吃完的隔天他就说他鲑鱼缺货，我就觉得我非常幸运，而且我那天刚好就想吃鲑鱼，哈哈。可是因为鲑鱼就是平常吃寿司就不会吃太多鲑鱼，难得有一个可以吃很多鲑鱼的机会呢，我就在吃到饱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吃很多鲑鱼，其他就不会吃特别多，好像只有鲑鱼可以让我吃很多，或者是沙拉吗？吃一大堆生菜，真的假的？好酷哦！没有，不是被我吃完，好吧？我那天也没有吃很多。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在蒸泉最喜欢吃的什么吗？好像有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再讲一次。布丁
区增圈的必点品项，现在是布丁区增圈的必点品项。首先第一个一定是鲑鱼，但是鲑鱼呢，通常会吃的不一定，也是要看心情。就是有时候吃鲑鱼肚，有时候就吃鲑鱼手饰，有时候会只吃鲑鱼，那鲑鱼生鱼片。嗯，对，我很喜欢没有，可是我没有吃鲑鱼沙拉。这是鲑鱼，首先鲑鱼，我今天大概会讲很多是鲑鱼。第二个是玉米寿司，第二个是玉米寿司，玉米寿司真的很好吃哎，好喜欢玉米寿司哦。所以一定会有人说什么玉米寿司浪费钱，没关系，好吃就好。对对对，就是鲑鱼，你看马上。没关系，我觉得玉米寿司，我觉得它值得，我觉得它值得，我觉得它值得。我真的好像看到的是品涵吗？品涵是不是也喜欢吃玉米寿司？然后大家就觉得品涵不是，大家就觉得玉米寿司很亏。玉米寿司大队，玉米寿司这么好吃，三号也喜欢吃玉米寿司。对，我是吃玉米寿司派的，玉米寿司真理 ，OK， 真理。请不要再踏伐吃玉米寿司的人，你们要互相尊重、友善、包容，好吗？就是，或许它的价钱呢，也许客观来说是比别的低，它的成本可能比别的低，可能大家觉得会吃它会有点亏。但是呢，对于喜欢玉米寿司的众多粉丝朋友们，我们认为它有这个价值。我现在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们认为它有这个价值，所以我们愿意花跟其他寿司一样的钱，也许得到的成果，得到应有的那个成那个，也许会亏了一点，但是我们就是愿意去买它。好妹，反正就是我就是，啊，真的假的？有这个、哦？好啊，反正就是玉米寿司，就算它。也许大家会觉得他很亏，但是我喜欢的人就是会买，就是忠实粉丝。对，就是大家不懂那个，如果不是玉米寿司派，不会懂玉米寿司给我们的满足，它是多么的神圣。我现在是什么玉米寿司世界粉丝总会会长，总会长郑布丁的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记得玉米也喜欢吃玉米寿司，我上次有跟他去吃蒸圈。哈，你不觉得那美乃滋也很好吃吗？你不觉得那美乃滋也很好吃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玉米寿司不能只吃玉米罐头，你要有玉米寿司跟那个美乃滋，再跟那个海苔那个米饭搭配在一起，它就是。独一无二的玉米寿司，对啊，美乃滋很好吃。玉米，我也会吃玉米蛋。对，美乃滋非常的好吃。对，美乃滋非常好吃，加搭配起来就更好吃了，你知道，就是就跟一号一样，全部的东西搭配在一起才是好喝的。如果四季春只加了野果，不好喝了，要再加上珍珠们，喝起来才是。神圣的一号，怎么会有人讨厌美乃滋？对，它的美乃滋真的很好吃。对对对，我们玉米寿司就是如此的神圣。你大家跟我一起成为玉米寿司的信徒。好，我刚刚讲到第二个是玉米寿司。哦，然后第三个就是虾寿司了，就是虾寿司很棒。很赞，啵啵啵，对，这就是脆脆的玉米，就是很棒。反正呢，就是第三名，我现在没有，他们现在没有排名，他们全部都是并列在我只要去争圈，我就一定会吃的几个东西，所以他们没有排名，就是我都会吃。Hello， 你被说服了。那他今天晚上可以吃神圣玉米寿司，对对对，哎，可是是那个，哎，我之前吃过，我好像有跟大家讲过，再讲一次，对，就是那个一片的，不要，就是那个，
有一个一盘的，然后里面一条一条那个，哦，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是不敢吃生鱼片，你知道吗？我小的时候不敢吃生鱼片，后来不知道就是有一天，我好像吃玉米，可是刚当机好像是有人打电话进来，但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电话给我。对对对，天虾，那个天虾，我小时候直接被吓到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小时候好像那时候没有看到虾寿司，然后我就拿了天虾，然后我一小时候一吃，直接，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很恶心，就是那个味道，我大概还记得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现在想一想，好像可能现在我可能比较小，可以比较可能我叫什么，可能比较可以接受，如果加个瓦萨比的话，应该可以比较可以接受，对。就是生那时候对是生的，小时候比较不能接受吃生的东西。我觉得现在加瓦萨比应该蛮好吃的，下次可以吃吃看。为什么不吃饭？你说玉米不是？你说虾寿司吗？对，好像应该要加点酱。成长了，成长了。我小时候对我就是点，我就拿过那次，我就直接吓爆哎！我直接吓爆。我下次会试试看吃那个甜虾，哈，饭很好吃，好不好？我超爱。饭会没味道吗？我觉得很好吃啊。居然没味道吗？可是你刚好吃到没味道的。我刚刚讲一讲，讲到哪里？我突然忘记了。嗯。我刚刚讲到虾嘛，反正就是吃那个虾的寿司，虾寿司。就很好吃啊，不用剥壳，真的假的？我好像没有吃过。对，虾寿司，然后甜虾，我下次会吃。我刚才讲我吃那个，我刚刚在讲我吃生鱼片的那个啦，我在讲我吃生鱼片的故事，想要去拿一个那个，需要一个垫垫。有点老了，收音怪怪的，真的吗？风切声，哈，真的吗？现在吗？有吗？真的假的？然后我先把那个，把那个电源拔掉了。啊，好害怕！你们会吗？真的、哦，吓死人了。西线无战事啊！哎，要好吗？完蛋，我手机要坏掉 ！Oh my god！ 现在把电源……哎，很可怕！哎，各位，别吓我！啊，真的，我好害怕哦，感觉被什么东西盖住，我好害怕，我觉得它等下就爆炸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它等一下会爆炸，我好害怕哦！我要把它拿着。嗯，好了，好了。哦哦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直播啊。哦，可能对啊，可能是因为架在手机架上面。然后，因为我刚刚是把它从手机架拿下来就好了，所以应该是手机架可能有挡住收音的部分。谢谢大家。哦，手机在撒娇，哦、好乖乖，手机乖乖哈，手机乖乖，哈哈。对不起，我放回来，我瞧一个好位置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超诡异的。现在呢，各位。现在放回来，我现在又架回来，真是太可怕了，各位，好神奇哦！所以呢，现在怎么样？有吗？正常正常、哦，好可怕哦，大家，我下属了，我想要抱抱，我想要抱一个东西，我要去抱抱。我要去找一个抱枕来抱抱。我刚刚做了什么？我刚刚什么都没做。
我把我的兔子拿过来了。Hello， 兔子，需要一点安全感。好了，现在正常吗？正常吗，各位？抱歉大家，让大家吓到啦。当时就挺突然的，就挺突然的。他在公司，对，这我家有一个，只是他在我另外椅子上。正常，谢谢大家，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哎，我吃完饼干之后，我觉得我比较活力。正布丁通常没有活力的原因，大概是一大原因，两一大，不知道，通常吃东西之后就会变得比较活力。好好笑呢，有就是比较对，有补充一点能量，有点能量。红曲饼干有令人开心的效果，有，我最近开始高往上了。原来没有吃东西就会那个吗？就会声音变低吗？太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赞。我刚刚讲到哪里？我刚才在讲寿司哦，我在讲那个我吃生鱼片的契机。虽然我之前好像有讲过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再听很多遍，再买更多卡，再听更多遍。就是呢，没有，第三名不是甜虾。我说我之前小时候吃甜虾吓到，因为觉得很可怕，所以第三名是虾寿司，对，鲜虾寿司。第一名是没有，不对，他们没有名次好吗？他们没有名次，他们是并列第一，就是必吃清单。然后我吃鲑鱼。生鱼片的契机，其实我现在也是只吃鲑鱼，其他的我可以吃，但是我不会去吃它，你懂吗？就是我可以接受它，但是我不会特别去吃它，就不会点它。我在吃生鱼片的那个，是鲑鱼不是尾鱼。我大概最多就五盘，差不多极限就是五盘。确实不是，是我就是吃铁板烧，是好像蛮高级的那种，应该不错高级。虽然我小时候吃，我不太确定是哪一间，反正吃某一间铁板烧，然后他就有一盘烟熏鲑鱼。你坏坏，对，鲑鱼玉米虾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讲一下那个鲑鱼的故事。然后我就吃到有一盘烟熏鲑鱼，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，就发现其实蛮好吃的，因为我以前都不敢吃生鱼片，我不太确定，我有点忘记到底是哪一间了，可能是下吗？不知道。然后我就吃了，惊为天人，发现居然鲑鱼很好吃哎！然后自从那时候开始，后来长大之后，可能再大一点，就是在挑战吃鲑鱼生鱼片，就觉得好像可以接受，然后。渐渐的就爱上鲑鱼了，这就是爱上鲑鱼的故事，我跟鲑鱼的故事。对，我也觉得烟熏鲑鱼很赞，不管是烟熏鲑鱼，还是正常的鲑鱼，还是炙烧鲑鱼，还是都很好吃。然后除了刚讲的三个寿司，还有必点的还有茶碗蒸，它那个蒸圈的茶碗蒸是我此生的爱，我最喜欢吃的茶碗蒸。对，有啊，我吃过生鱼片饭。我的此生挚爱是，此生挚爱茶碗蒸是那个，没有，我敢吃尾鱼，只是我不会特别喜欢它，不会特别想吃。大家还没吃的赶快去吃哦。还是我晚餐就来吃鲑鱼，可是又没有鲑鱼。茶碗蒸很好吃哎，必点就是刚刚讲三个，还有茶碗蒸。
然后每次那个谁一号都会点味噌汤，对，是并列第一，都是并列第一。哦，对啊，没有，我上次吃过有一间是哪一间来着？应该是那个哭圈寿司。我上次好像有吃，哎，不是那一间，不是，我吃太多寿司店搞混了。反正我就是上次有一次，我忘记是哪一间寿司店，我吃他的台湾粥，我觉得还好，不知道真圈在我的心中还是第一名。鲑鱼就算对煎的也啊，有时候阿公会煎鲑鱼，我也觉得煎的也是好吃。反正呢，我刚刚讲到一号每次必点是味噌汤，味噌汤，味噌汤其实也蛮好喝，我就会喝个几口这样，就是感受一下它的味道。真的吗？不是，我忘记是哪一间了，我不太确定是到底是哪一间的炒完整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我觉得他们都好像哦。然后呢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我好像很久没有吃这个东西，就是手卷，必点之一手卷，我都吃虾手卷。手卷的精华也是美乃滋。就是手卷很赞，这样就差不多五盘哎，刚好五盘是吗？想一下寿司，就我爱吃的寿司就是这几个，对，虾很多，美乃滋，虾美乃滋，鲑鱼，这就是我爱的东东，我爱的寿司。大概就是这几样，其他好像还好。对，这几样就是差不多了，吃完一轮就差不多了。我如果去真圈以外的寿司店，我通常就是点鲑鱼。对，我通常如果是在真圈以外的寿司店，就点鲑鱼跟虾嘛。然后有时候会有什么起司，然后什么炙烧的不同口味之类的。你真的太奇怪了，准准，谁不吃美乃滋？你好奇怪哦，美乃滋那么好吃呢。好，没关系，但我真的觉得美乃滋好吃。没有，我之前，我们甜点都吃那个啊，那个炸甜甜圈哦，是炸甜甜圈吗？还是炸甜甜圈吗？它是甜甜圈吗？就是那个你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吗？他是叫甜甜圈吗？不是，他不是叫甜甜圈。我查啦，查哦。不是，让我查查哈。寿司我现在在讲圈寿司，圈寿司都会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圈寿司。我觉得我们蛮常去圈寿司的，除了那个真圈之外，就会吃圈寿司。我在看他的菜单，他有点慢哦。但是吃也蛮久哎，就是上次去吃拉面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跑去吃他的甜点，都有扭蛋的。在哪里啊？菜单？不，商品专区。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哦，看到象拔蚌就说到，我们上次去吃川久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吃到象拔蚌哎，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东东，我第一次吃到象拔蚌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对，豆乳甜甜圈就是你豆乳甜甜圈，就是你豆乳甜甜圈，有吗？
有啊有，哎、欸，有有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次我干嘛去了？有一次我好像去录音吗？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刘晓晴跟林依云在吃寿司，然后我就跑过去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要去补习，我那天下午就请假，然后就去公司，然后我就去完之后我又跑去找他们吃寿司，然后吃完寿司之后我再回去补习班，好充实的人生。对啊，可我就没有听过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不知道，可能我忘记他怎么调味了，反正就是还可接受。这就是布丁的考试人生。对啊，我就是找他们吃寿司。Hello， 旅馆晚安。吃完寿司再继续打拼。哦，我还记得哦，对，那时候哦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就背着我的书包，然后跟他们走在路上，然后我们好像在，就是我们走到101站吗？然后，但它就是吃起来就是好，就是很好吃啊！豆腐甜甜圈就是很好吃啊，大家要去吃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那个101的那个捷运站的那边，跟他们挥手说再见。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没剩几天，好像剩。应该是一个月，就是剩一个月的事情吧。哎、欸，还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反正就是超好笑的。然后我那天还买了全季，我买了什么来着？好像是什么洪水乌龙吗？像不过我现在这个看不到，然后用我用我的平板，我的平板要收走了啦！哇，谢谢旅馆的飞吧萤火虫，飞吧飞吧，我是萤火虫，我不是萤火虫。谢谢阿笨续会，谢谢阿笨续飞一个月的粉丝团，布丁粉。我来看看，对啊，我的平板被收了，我真是太难过了。我以后没有我的板板了，板板，板板，我很想你，板板。谢谢旅馆的好学生证，谢谢安德鲁的闪光星星，可以买平板了。我也还是会先买笔电，但是我就是还没有看好我要什么。我其实也没在看，但是我就想要买笔电啊，但是我就没有在看。好，这个我们之后会再看看。让我打开我的跟他进行最后的相处时光，因为这是学校给的，然后我们是高一的时候，好像是高一下吗？应该不是上啊，那也很久了。你看他陪我陪到高三。他陪我经历过好多报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个好宝贝。找一下哈，谢谢泡芙要说这个口罩，我来看看哦，看看哦。对，就是他，就是提供给我们，就是这个平板。不是送的啊，没那么好。如果是送，我就要鼓掌。对对，就是政策的部分。其实我看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来回顾一下我之前的那个。很喜欢回顾就是有时候时不时就会翻一下之前在干嘛，那就会很怀念这样。让他跑一下。超好笑各位！我有一次，我是不是讲过，高三第一次断考国文，没写名字被扣5分。我现在在看我以前的笨蛋事迹，哈，真的好酷哦！现在旅馆的浪漫星空，我看看哦，
下。对，我其实是一个蛮念旧的人，我是个蛮念旧的人，就是有吗？我有说过吗？我看看啊。就有一天，我上次跟思思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我在啊，真的吗？我没有讲，我明明就有讲啊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现在知道了，扣五分啦，气死我了。有一天啊，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说，我在签那个粉丝会员卡兔签的时候，我签出了故事。好，那现在就是我很衰的一天，就我在那天我要去公司，然后我在第八节上课前发现五点要去。然后我就超好笑，我就超慌，哎呀，完蛋了！第八节上课前，大概是四点，差不多十分，四点的时候，发现哎，我五点要到，超级笨。然后我就，可是因为就是突然要请假很麻烦，就是要感谢我的同学。要感谢我的同学，他没有记我那个。缺席，我才得以从学校逃脱出去。虽然那时候本来是放学时间，大家也都放学，只有第八节，但我也是就是跟一个正常的学生一样走出校门这样。反正就是有啊，可是我就是还是有，还是人生中还是会有几次就是真的忘记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就顺利的逃出校园，我就去搭捷运。超好笑，就那天我就觉得自己超笨超衰的。那逃离学校，看一下还有什么，找一下我之前在干嘛。哦，我有一天去买午餐的时候，我是买一个好像小的那个一个饭团手卷之类吗，店员多送我一个小寿司，我很开心。没有，第八节不是自习。有啊，我都有在建立行事历，我都有在建立我的行事历，只是人生总是还是会有几次出差错的时候。对，小确幸。他可能觉得。我看起来，因为那时候就一个人买午餐，好可怜。因为那时候我刚去那间补习班，然后我也没有朋友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孤零零的去买午餐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可怜。真的假的？自习也太酷了吧！看看。还有什么？对啊，我是觉得我自己超可怜，我就很不喜欢一个人，我觉得我一个人我会觉得不自在，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不舒服。我是一个不喜欢孤独的人，但也还好，因为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你一个人比较那个，就你可以不知道，好难说。没有啊，没有人发现，怎么会发现呢？谁会花神？花神，看一下，看看。我拍了某一天的午餐。对，要一个谁？对，没错，艾拉。哦，还有体育课被网球打到眼睛，这个跟大家讲过的。后来怎么样了？我有一天吃沙拉，然后买了一杯无糖的那个金萱茶。
真的是我只要有料的饮料，我就可以一下就喝完。但如果是没有料做茶的话，我可以喝很久，超级厉害。就是我也不想要，就不会特别一直想喝。但是如果是有料的话，就会喝很快。真的我在哭，超好笑，因为我觉得很笨，我就在哭。哦，然后那天后来是打到眼睛的下一个礼拜，我就在去点散瞳，然后医生就跟我说没有伤到眼睛，然后我就说哦啊我两眼都很正常嘛，我就说嗯对你两眼都很正常，超好笑。没有啊，他补习班同学不会知道啊，又不熟，就根本就不认识，不会有交集，嘿嘿。叮叮，哦，而且考前有一阵子，就是我们班上有很多的家长，就是他们很好，都会就是请我们吃午餐，就是我们好像有吃过魔圈，还有麦圈劳，对，然后好那时候还有冬至，然后就有家长就是送红豆汤圆这样，就是考前那个十二月底差不多那个时候吗？哎是吗？还是11月？11月底哦，是11月底哦。是吗？还是12月？反正那时候就是很多贴心的家长应援团，就是请我们吃。对，喂食乐队，还有吃披萨哎。有那个红豆汤圆里面有一颗大大的芝麻汤圆，还有请我们吃披萨，非常的。哦，对，我那天喝的就是红水乌龙，我喝红水乌龙去冰无糖。我给他评论就是第一口呢有一种水水的感觉，但是后来喝就觉得它其实算是淡淡的茶，就是有点回甘，就是无糖，但是不会涩也不会苦，但是就普，我要把它记下来，我在记录我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看我的生活记录哦，有一天那个麻圈的那个金萱霜 Q 又买一送一，怎么没有？那时候是拿去补习班喝就没了。好，对，很好，就渐渐的那个什么了，就是渐渐的越来越靠近学测了，就是太可怕了。我有一天吃到很难吃的豆花，我很开心。大家晚安。然后看看还有啥。有啊，没有，我当然是跟同学一起喝，怎么可能一个人喝两杯？一个人喝两杯太多了啦。有啊，我刚有，我刚找到，哎，是几月几号？我来看一下哈，刚已经经过了，在哪里啊？圈寿司，哎，圈寿司，不是，是哪一天？好像其实很久了。圈寿司，哎，他不见了，哦，是这天，对，11月29，不知道是超难吃，我第一次吃到豆花难吃的，哎，对，我就是，哎。我那天有去上学吗？应该有吧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就是哦，有点酸酸的，有吗？就是怪味道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怪怪的味道，就是好像其实我现在也没什么印象，就是有一点酸酸，但也没有到很酸，这就是诡异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诡异的味道，我不知道哎，我那天有放假吗？不太确定。然后有一天我跟玉米一起订饮料，然后结果饮料原本就放在一个
平台上面，结果他自己倒下来，然后就是珍珠奶茶就爆出来跌在地上，好笨，然后那边拖地，然后把珍珠弄拿起来，好可怜。但是我这波也没事，这是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不好，反正就是诡异的豆花，诡异的豆花。然后12月18喝了3Q，还是觉得双 Q 最棒。哦，冬至是12月21啦。对，是12月21。你看披萨，披萨，好多披萨。哦，然后那时候就拿了很多那个啊，就是考试的祝福啊，就例如说什么。就是上面写金榜题名的饼干什么的，然后就包高中那些，就拿到很多东东。就大概12月底的时候，就那时候，对啊，那个时候就很像同乐会，就是因为是有家的全班一起吃的，因为是有谢谢迪伦的告白气球，我的豆花30块。那个谁，玉米超喜欢看那些迷因，我就跟他学一些迷因。对啊，就很多，就全班一起分的。那天我吃了，我好像只吃一块，然后再加一点点心。我好棒哦！我披萨的极限大概就2块。反正就是，对对对，他们很好，就是在我们考前的那段时间呢，哦，因为那时候也是放长假之前嘛，因为我们好像1月初就。可以请长假，然后就刚好那段时间就是吃到很多好吃的，就是被喂食，被家长们喂食这样。对，我很好养，超好养的。看看还有什么。然后圣诞节的时候就想到。前年的圣诞节在小肠，好怀念哦，好久没有去小肠，好，我真的很喜欢小肠哎，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去。哦，然后考前大概12月26，我莫名其妙开始跳绳，但我只坚持了吧2-3天，我就不跳了，我再也不会跳绳，哦，因为那时候刚好还是体育课在跳绳。对啊，昨天感觉很好玩，小唱，就是突然想要跳绳，我觉得可以减肥一下，然后我坚持了一下就放弃，因为体育课刚好有在跳绳，我就开始跳了几下，跳绳是不是很累耶，太难了。好的，看看还有什么。然后不知不觉就那个嘞，不知不觉就过新年了，就过新年。哦，然后我新年1月1号第一天第一次去喝再睡圈分钟，我上次有跟他讲过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就是前3口很好喝。我也希望可以多去别的县市，好，持续了2-3天，怎样我又卡顿了。哦，大家辛苦了，昨天比较热吼，辛苦。哦，然后开始放长假之后，我就有朋友陪了，就奶酪，然后我那时候蛮常去吃那个丸圈那个乌龙面，虽然说我没有非常喜欢吃乌龙面，但是偶尔吃还是可以接受。真的假的？你们都没喝过？我都喝那个什么金萱还是四季春的珍珠的拿铁，差不多都是这个东东，你懂的。前3口很好喝，虽然不错，但是好啊，就是至少它是前3口是好喝的。不是啊，就是主要是喝到后面当然就会比较腻啊，就是也不是说它不好喝啊，就是你前面觉得很好喝，然后你喝一喝就好像还好。谢谢泡芙大叔的口罩，是吗？我就吃完圈啊，哦，然后我吃完圈我都会加炸地瓜，就是我喜欢吃炸地瓜。你干嘛拿走？我要音乐呢。哦，然后我1月1号
还有当季，我1月1号就是培训哎，哈哈。1月1号就是培训，啊，没关系啦，大家听得懂就好了。我没有喝过，我就只喝过那个什么东东的。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，我大家再查一下。1月1号就是去培训，对，然后就是接着就是有一天培训完再跑回补习班的那天，就是1月2号。那也很久嘞，有2个多月嘞。现在卡吗？哦，然后1月3号有地震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最近就比较没有排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1月3号大地震，我在补习班，然后就突然震很大，然后我就赶快躲在桌子底下，幸好我桌子很宽广，你知道，如果在学校遇到地震，我根本躲不进去那个桌椅，你知道吗？它太窄了。我比较高，好不好？腿比较长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塞不进去，哎，真的是太难过了。我在学校遇到地震，我超级危险。但是补习班很棒，因为补习班位置很大，我就觉得在里面塞好塞满。然后我同学居然就没有躲，哎，他怎么会？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我们的群组，我就说我直接跑到桌子下。然后因为奶酪就坐在比较后面，然后就说他看到前面的瞬间躲下去这样，然后就说哦，这个桌子空间挺大的，很安全。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没事，身为台湾人。然后后来蔡就说身为台湾人处变不惊，不是，我真的会很害怕地震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怕地震的。对啊，你们怎么那么那个啊？你们怎么那么那个啊？我胆子真的不大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觉得很可怕哎。我没有处变不惊，没有是没有到尖叫，我真的不行，我会怕，躲不掉，虽然命就是命啊，就是命，很可怕，我不喜欢地震，我会吓到。对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奇异的回复？而且我通常只要碰到地震之后，我就一直觉得有地震，就会觉得好像在摇，哎，可能是真的有，不是说，是其实几乎每天，还是其实每天都有，就是都会有地震，只是都很小，大家不会有感觉，好吧，听天由命，这就是命啊，这是命啊，都是命，都是命。哦，然后我那时候会常常在补习班，然后流鼻水。流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流到回家整个鼻子都是红，因为我一直卫生纸擦，超痛的。就我人生中就是有某几天流鼻水流得很严重，太难过了。原来是晕了。我那时候在几楼？我才在4楼而已，不是感冒，就是过敏。没有啊，就是过敏。我人生中就是有某几天会一直流鼻水。没关系，过敏而已，已经处变不惊。没有，不是，我在任何地方都有机会过敏，不一定是那个，但是鼻子这边直接红掉，好可怜。反正就是习惯就好。不知道可是也不是在补习班才会这样。对，我应该。对，而且我那时候拿的，我记得好像是比较材质比较粗糙的卫生纸，超好笑，好可怜，真的假的？可能每个人体质还是不太一样，可能你有效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不会，通常如果重要的场合应该比较少，因为我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，就比较热，身体比较热。哦，然后我又去吃碗圈了，番茄，我有一次是番茄的，还不错吃。然后就不知不觉到1月11号，我1月11号喝了四季春鲜奶无糖。有时候还蛮喜欢喝那种茶加鲜奶这种无糖，就奶绿奶清。会流手汗，好，
哦，对啊，我会流手汗，大家。我小的时候就一直有这个问题的。我小时候，因为我会记下来，我小时候就一直有这个问题。小的时候，三号还说我要去开刀，什么汗切除汗腺，但是没有，最后没有，所以就我会流手汗，请大家多多包容。有没有什么办法？还是我就只能去开刀呢？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吗？是哦，对耶，会流手汗，对，出汗手术，真的哦。反正就是，请大家多点亮，请大家多多点亮。哦，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去参拜。就是考前啊，1月15号，然后去拜拜这样，然后那天吃了很好吃的糖葫芦，我很喜欢吃糖葫芦，草莓糖葫芦，哈，那还是算了，不一定哎，就我会流手汗的情况不一定，现在有吗？一点点吗？我不确定。那通常跟别人握手之类的，会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时间久就比较容易吧。看到高的地方会流汗，那巨高症的部分，对，我去拜一拜一下。哦，然后有一天1月16，我培训完就去买了白桃乌龙鲜奶。哦，所以就算我手不会流汗了，其他地方还是会流汗。谢谢大家。看看哦，然后我有一天居然没有，我居然吃不完柠檬塔，太神奇了！柠檬塔也是吃一整个会觉得有点多，好多好多东西都是这样子，哎，就是感觉吃一些就差不多了。可是他是不喝水，所以才不流汗吗？他的刘海都不会乱跑，好厉害！可是我也其实，如果我没有要我自己喝水的话，我不会喝。就是我没有要求自己喝水的话，我是可以都不要喝水。Hello， 笑笑，你会不会有点太慢了？我们至于玉米寿司的话题已经隔了一些。我就是很奇怪的人，我如果不喝水，就是我如果一天没有带水壶出门，就是真的可以一天都不喝水。但是我带水壶出门，我就会提醒自己要喝水，就是我提醒自己要喝水，我就会去喝，而且愿意去喝。对，但是我没有要求自己去喝，我就真的完全不会碰，很厉害吧，很厉害吧。这是1小时之前的话题，不会是不会到脱水啊。但除非是像现在直播就必须喝一下，因为还是会讲话还是会口渴嘛。我的水，你刚刚看完电影，你看什么电影？啊 ，Hello， 玉米寿司好朋友。是没有比过啦。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哦，我最后一天，是学测前一天吗？对，1月20号，我最后一天去买了一样，再睡全分钟，我在犒赏自己。你知道，哦，那天是最后一天，然后我那天留到晚上，不是晚上9点吗？你知道，就是已经几乎都没有人，因为大家都回家了。但是我决心要奋战到最后一刻，就是在。无谓的挣扎，你知道那时候教室大概就是几乎都没有人了，就是剩大概加我可能剩3个人，然后我后来回家的时候，教室好像只剩1个人，他好可怜哦。我那时候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，我觉得呢，他坚持到最后的精神呢，会感动上天，让他怎么猜怎么对。
欸，为什么我网路断掉了？帮我连一下。对啊，他们比我晚，因为那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大家都很早回家。因为平常可能会有蛮多人，就是因为我们是9:30就可以回家，但是也是有蛮多人会留到10:00，好像最晚可以留到11:00。但我通常就是9:30回家那个啦，因为我不喜欢太晚回家。然后那天就是没有人，我有去考试，那就没有人留到很晚。就我走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，我就是坚持。巴拉巴巴巴巴巴，为什么突然唱歌？有了。那个我不知道啊，就不认识，我完全不认识。但是我把他祈祷了。你应该去跟他讲加油。哦，对，应该要展现我的热情，我的友善这样子。然后就去考试了。看一下，哦，我考，哦，我在考国文的时候，我就很想喝柳丁绿，然后我考完，我就去买柳丁绿。无用情报，我的朋友们，有些考的还不错，有些可能没有到完全满意。但也还行。对，接着就是表演了，3周年，很久没看到大家。没有啦，是我考完回家的时候去买的。考试后可以喝，不行喝水吧。然后后来表演完就是吃新店新圈，哎，新圈真的很好吃呢。不知道我是那天特别饿还是怎样，我觉得新圈超级好吃，超好吃，下次还要再吃。对，我讲过了，我说我生日我要去吃海泉捞，我已经跟我同学讲了，他们也想要去吃海泉捞，我一生日要去吃海泉捞。有啊，当然是有啊，有。完蛋，我剩10%了，再充电。我要继续充电了。有啊，就是1月1号啊，还有1月几号来的，就是大概练习了两三次。哦，然后后来那天什么1月28是那天吗？我们去吃拉面那天，那也很久了欸。哈，那我们好像很久没有一起去吃饭，最近又比较忙一点。我要赶快去找我的朋友们吃饭，嘿嘿。噔噔噔噔。哦，然后我1月30号就是吃到饱，去吃鲑鱼，鲑鱼好好吃。鲑鱼是美妙的东西。对，我努力的。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。后面我就回来了。刚刚是在补一些之前考试准备的时间，考试准备期间的那个吃美食的间隔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一不小心就是我刚上讲上次吃饭有点久，就是上次。吃拉面那次，后来就是比较少，我会叫他们出来吃饭，嘿嘿。嘿，日子真的是过得很快欸，大家，就是每天都是过得觉得很快，但也很慢。就像今天，也我觉得今天也过得蛮快的，就是
好的好的，我希望我最近可以减少一些吃美食的频率啦，不要再吃一大堆东西了。然后我减肥就是每次减好减肥成功了，然后又开始一直吃，然后又胖回去啦，那就要继续再减回去。没关系，要吃总是要付出一点代价。你不在，谢谢鲁冠哦，就是让大家等我一阵子，谢谢大家。就是虽然我不在三个月呢，依然是不离不弃。可是如果减肥成功，然后就一直维持，就很棒啊！我希望我下一次减肥成功之后，我可以一直维持，我不要再变又变胖了。希望啦，就是一个愿望，愿望会不会达成，又是另外一回事情，又另外是另外一回事。真的，我会加油，我会加油的。你看，哎呦。谢谢布鲁斯送的闪光星星。还有什么？没有，差不多。短暂的回顾。我有啊，有胖啊，但没有。可能没有特别明显吗？没有啊，上次大家就说我去吃烧肉那次看起来变胖，就是嘛，我就是说，就是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脸很肿，大概就是那段期间啦，就是莫名其妙脸突然变得很肿，现在还好，我知道嘛，烧肉影片。讨厌，现在没有啦，现在没有。对啊，是吧？因为我3周年之前很认真在吃健康餐，哇，最后考前最后一天20号也是吃健康的便当，但蛮好吃的。有啊，我肯定是有变胖，就是再稍微控制回来一点，看让大家在3周年看到我的时候没有觉得我看起来很胖就好了。一次吃完再减，而且就是你如果真的吃得很胖会比较好减，你知道吗？你越瘦越难减肥，因为就已经没什么好减，就太瘦会反而不好减，胖一点比较好减。谢谢不想上班。有过年期间吃，我都是过年期间我都是正餐不会吃很多的那种，就是我正餐可能就喝个汤，比较我最近比较少吃淀粉，就是比较少吃饭，多吃点菜。我就是那种会一直就是吃点菜喝点汤，然后就少吃一点饭。但我还是会吃啊，请大家不用担心我，我很健康，我健康主。目前是一个礼拜一杯啦。我跟大家讲，那天我就自己订饮料嘛，然后我就是请我的学妹，我的高二直属，然后结果那天。我就给他说，他就说他原本那天也哪一天放榜那天的礼拜二，就是放榜隔天的礼拜二，我那天不是自主放假吗？他说他那天有来找我，结果我不在，讨厌啦，错过了饮料，没事，我下次不要乱请假了，没有啦。不过那天我烫到头发，我很开心，又完成我的小愿望。烫头发的愿望，他不会来送我东西，他不会来送我东西，没关系。
就请饮料给我学妹还有阿妮，大家还记得阿妮吗？因为有一天呢，好像刚开学的某一天，那天就要服仪检查，然后我就超笨，因为那天是有体育课，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是穿体育服，所以我应该要带一套制服。我明明有记，我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还是忘记了，我就没有穿制服，我就没有带我的制服，然后我就跟他借，因为不同班。我就跟他借制服，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检查，我就跟他借制服，所以我就请他喝饮料。对呀、啊，没有无聊啥，就还是会去找他。我记得我好像放长假前，他有请我吃豆花。没有啊，我有那个啊，我有成功借到制服。对，不同类组，他是自然组，哎，他是二类。对，不会发现啊，谁看得到？反正我就顺利的躲过服仪，就也只有就开学检查一次而已。对啊，当然可以借的哦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打电话给我的同学，就别的同学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今天有穿制服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家。”哎，后来我就找茄子，我就打电话给茄子：“哎，茄子，你今天有穿制服吗？”“没有啊，我穿运动服。”讨厌，我就跑去找安妮。可是他，哦，因为我头发遮住他也看不到，没有教官不会检查那么细，只要我穿制服，只要穿制服就好了，哈哈，不会看那么细啦。反正就是顺利，阿妮不会在家，阿妮几乎很少请假吧？对，支援前线，好好笑。对，我们去年生日会都玩支援前线，怀念耶，很快要过一年，我也从17岁要变18岁了，变成成年人。好妹，我是，对啊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如果服役没有过会怎样哎、欸，好像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，因为其实你头发就是刚好遮住，他也就检查很快就看一下而已。等下你们要开制服趴是不是？制服趴，对，不是明年，是今年下一个月。对，十七岁很快就过了，我们可能比较怂一点，就是不知不觉17岁就过了。对啊，就是有穿，对，没有穿成运动服就好，好像也是有吧，就是袖的不对之类的，丑。这多丑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太好笑了吧！我不知道讲什么。17岁这一年，我十七岁主要就是在经历大考吧。17岁，对，哎，17岁，哦，17岁，对，对对对对耶，17岁的蛮特别的，就是比较少跟大家见面，对，所以大家18岁可以跟我多多相处。我说我18岁，不是你们18岁哦。对，好像这17岁这年其实过得。蛮平淡吗？至少以偶像生涯来讲是蛮平淡的，就是因为有遇到考试，就暂停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疫情等等的，比较少跟大家见到面，
近，都快忘我长什么样子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再见了。好喔、哦、好喔、哦、你们离十八岁都没有很远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你们看到那个梗图吗？就是一点点，然后里面是一个宇宙，我知道你们应该都看过吧，那个梗图。嗯，就这样一点点而已。对，这个宇宙，宇宙，对，在这一年呢，珍惜我们小小的见面的机会，希望之后可以更常看到大家，更常与大家见面嘞。布丁的宇宙，好像一点点。哎、欸，是明天礼拜一啊，明天要上学。我明天要上学，明天要上学，明天第一节体育课，各位，第一节体育课，第一节是体育课。哎，我上次有一次在跑800，但是我没有跑得很快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在学扯铃，我比扯铃还扯。不要自主休假、啊，明天晚上还要在直播跟大家见面。有啊，还是在教课啊！我最近在学微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太难过了。对，我下午会请假。就是我原本也想说早上不要去，但是我要交我的志愿表，所以我还是要去一下。我真的很扯，扯比扯铃还扯哎、欸！可以啦，我们就是学扯铃。我现在会那个什么，我用微分我就不行，就是微积分的微分。我学会了那个金蝉脱壳，还有关渡大桥，现在在学关渡大桥，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是我大概会。还有那个怎么金鸡上架，就是努力在学习扯铃中。还行，很久没有学扯铃了。上次扯扯铃大概是小学的时候，超久没有扯铃，但蛮好玩的啦。越扯越上手，越来越扯。不是买一场，就是要放在扯一扯之后拉直，然后放在那个棍子上面。扯铃担当，我要考扯铃啊！我们这学期就是在学扯铃。因为每个学期都会学不一样的，像上学期就是在学网球，你就被网球打到，然后这学期就是学扯铃，然后像以前高一嘛，就是学篮球啊，然后高二就排球啊，就每个学期都不太一样。还有什么？突然想不起来。应该是不会被扯铃打到吧？被网球打到已经是我人生中最瞎的事情，很瞎哎、欸！就是正中我的眼睛，就我一转过去，它就直接碰过来，完全零时间反应，然后就是命中注定那颗球就是要打到我的眼睛哎、欸！我打疼了，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就背着，然后我就是一转过去，然后就噗啦。真是好难，扯铃打到感觉也对，也感觉很痛。真的吗？反正就是扯铃，比扯铃还扯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酷，那好玩呢、啊。就高三下就比较轻松一点，就可以不要一直打球，可以扯点扯铃，扯铃还蛮好玩的呀。对，没事，真没事。现在还好，好还好好的在这边。我这学期的视力是 1.5 1.2， 好像我哪是 1.2 啊？没关系，反正有过就好。就是我想要他近视，他也不会近视。我明明就是
没有，非常的爱护我自己的眼睛，用眼其实蛮过度，但是他就是没有近视。我还会吸球、哦，对啊，1.5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夸张。有啊，我以前两只都1.5，可能降了一点点。看得到，我忘记是哪一只了、欸。可是就是，就我一从高中一升高中就是这样，但好像国中好像也没有那个，但也没有到1.2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上高中都是被1.2。我觉得是就是可能测量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就有点差异吧。对啊，我像之前是2.5，但是我这次是有一只好像只有1.2。对，就是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特别的保护眼睛，可能就是天生的啦。谢谢艾拉的摩天轮，好可爱，摩天轮。看太近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我很确定我自己绝对不是一个，我戴眼镜不好看，戴眼镜就是这样子。看起来很知性哦，谢谢阿贝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哎，我今天有没有发文？因为我来不及修完，看我大家来不来得及修完，就是那个圣血的，请大家指定布丁的圣血哦。几月？三月圣血，三月的圣血针。怎么收到这张是已付款的邮件 ？I don't know 。特务丁，对，我还没有吃晚餐，要吃吗？有点饿啊，其实。特务丁，我会发文，请各位稍后一下哈，我不会飞机。特务丁，主要还是会用我那个厌世脸让大家。臣服在我的美貌之下，大家记得要购买布丁的三月圣血针，特务丁。我戴眼镜看起来好呆啊，换一个。好久没用这个，跟我很配。网上其实没有特别的动作，主要啊，我的精华是在于我的表情，你知道吗？表情的部分，厌世丁，也不是厌世，就是黑布丁，好吗？黑布丁生血，这个重要的部分是在表情呈现上。这边就先不为大家做示范了，这还可以自带腮红哎、欸。外酒哦。对，看脸就好。我说，因为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动作，所以呢，主要就是在于表情的部分，表情管理。大家懂了，黑布丁氛围，黑布丁的氛围，很少可以买到黑布丁的神鞋。我待会就看，如果来得及发文的话就先发，大家要记得指定布丁啊，把特务丁带回家，那我要狠一点，好，我想想哈，讨厌啦，但我要想问，我要想一下。哎呦呦！可是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会出哪一张，你知道吗？我会讲什么狠的话吗？我不会啊，我是个和善的人，讲什么狠话？
暂时想不到。好的，反正就是大家指定布丁的三月升学生，明天还要上班上课，请大家务必加油，撑下去，再过五天我们就放假了。但是我这礼拜，这个礼拜周末好像蛮忙的。哎，我下礼拜不是周末，不是礼拜日直播，因为我这周末有点忙，是礼拜四的样子，礼拜四7:30哦，大家记得，大家记得礼拜四就可以先看到布丁了哦。怎么办？我刘海开始闭青呀。礼拜四见了各位。谢谢大家。我对，应该是礼拜四啊。好的，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到这里，然后明天大家上班上课加油，我也要加油，哇哇哇！然后明天就可以在浪梦成真7:00见哦，白色情人节。我要那个念榜。好嘞，今天的第十名是钟颖，第九名是伟，第八名是准准，第七名是迪伦，第六名是希恩，第五名是水锤，第四名是艾拉，第三名是阿贝，第二名是空白。你今天不想念哦，闹什么脾气？他在闹脾气。今天的第一名是李冠，谢谢李冠。好的，谢谢今天大家来看布丁的直播，希望今天大家看得开心。然后明天晚上7:00的浪梦成真见喽。今天就先祝大家明天白色情人节快乐，明天再祝一次，哈哈。上班加油。上课加油，我也加油，大家一起加油加油，拒绝就对了。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早点睡哦。我要吃什么吗？在白色情人节菜。晚安，大家拜拜。晚安，早点睡觉，睡饱一点。明天早上才有精神，希望我今天也会早点睡。玉米寿司，什么玉米寿司？晚安，拜拜。装一下可爱。我要吃什么吗？那你要吃什么？想不到，晚餐是现在还有开吗？现在还有开吗？没有，应该没有。他也好像不知道，没关系。家里有东西可以吃，吃了明天会不会肿？为什么吃玉米寿司会肿啊？会吗？吃玉米寿司会肿啊？谢谢旅馆的枫叶，旅馆枫叶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到这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